Welcome to beautiful China.好，欢迎回来，活在五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又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这个加拿大加拿大试管婴儿医学中心的两位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不孕不育症的问题。那么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王斌博士，以及妇产科专家杨洋女士，欢迎二位。那么今天是讲一下这个不孕不育症，有这个不孕不育症，有的是可以查得出来这个原因的，那么有一些是很难查出原因的。那么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很难查出原因的这一部分。有人说是男方造成，有一部分有人说是这个女方造成的。那么这个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病症都可以查出这个具体的病因是什么？这个是因人而异，好吧。不孕不育这是一个有很多因素造成的，当然生孩子嘛，包括involve 这个男方跟女方两方面。那么由男方造成的大概占这个不孕不育的原因的30%左右，女方也是30%左右。那么有些是根本查不出什么原因的，大概也占25%。那在女方里头，主要一些原因就是能够查得出来的，那么就是卵巢疾病啊、输卵管疾病啊、子宫疾病啊，还有这个子宫颈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我们这里有杨洋医师，让他谈一下关于这个妇女不孕不料不孕不育这个治疗的诊断的常规的一些方法。都是怎么才能诊断出来这个病因在哪儿？咱们通常所说造成女性不孕的原因，无外乎就是子宫的因素和卵巢的因素，还有一个输卵管的一个因素。那么现在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病人主要是由于子宫内膜异位造成的。所谓的子宫内膜异位呢，就是说在正常位置生长的子宫内膜离开了正常的位置，长到了子宫肌壁间或者是卵巢、输卵管或者是盆腔任何的位置，这个叫子宫内膜异位症。那么子宫内膜异位症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虽然是一种良性的疾病，但是它产生了一种恶性行为，会破坏卵巢、输卵管这种组织结构，然后使盆腔的一个微环境发生改变，从而导致女性的不孕。对，所以这就是一个造成女性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这个就是和可以查得出来原因的，像您刚才讲的，可能女性有这个问题，那么男性可能有另外一些问题了。那么和这些可以查出病因的这个疾病，就是不孕不孕症相比，那么如果查不出病因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对，那在查不出病因的情况下，有些夫妇呢，他们就结婚以后试了很多年，但是还是不怀孕，然后呢他们就去查，一般的医师呢跟那个诊所呢，他们查不出原因出来，因为有一些高精尖的诊断手续没有，他们查不出来呢，就认为可能是没有多大问题，那么他们就去试各种各样的方法，很多的我们中国人呢就去试中医啊、针灸啊，这些就是辅助性的土方子，试很多年就造成耽误了。那么像这种呢，就是一定要要有那个积极的治疗的一些心态，去寻找这个不孕不育的治疗的专家。那么如果你耽误的话，就会出大问题，以后可能就时间上就弥补不了了。对，我觉得心态上也是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个很多夫妇就是碍于面子不喜欢去就是就这个问题去咨询专家，尤其是如果万一问题出在男方身上，就更难开。其实这个呢没有必要生理上的一些缺陷呢，很多人都有。结婚的夫妇当中，大概16%-17%，有的时候甚至20%，在某些族裔当中都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有差不多快要到1/5的这个结婚的夫妇都有这个问题。对，所以说不存在就是说害怕。对，害怕就是看医生。不明原因呢，实际上是查不出来。实际上它有很多更深层次的问题，也需要用最高精尖的一些现代的生殖内分泌学的手段才能做出来，才能查找出来。那您觉得可能是哪一方面出了问题呢？大多数问题呢都是因为这个精子跟卵子结合方面的问题。那么精子跟卵子结合呢，它遇不到一起，就跟杨医生刚才讲的，它这个可能是子宫内膜异位方面的问题，
那么你说一下，他这个如果子宫颈方面有哪些疾病，精子进去以后他就看遇不到卵子呢？一般在宫颈的问题上，咱们主要就是说，咱们医学上主要是第一个，它分泌的粘液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粘液它过于粘稠，精子无法穿透，这是它一个不孕的一个原因。嗯。另外一个就是宫颈它发生了损伤，比如说在医学上有一种疾病叫 Sherman 综合征，它主要就是说，宫颈在比如在人流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一些其他医疗操作的过程当中受到了损伤，然后宫颈前后壁粘连。嗯，所以这样都是导致精子不能穿透的一个原因。那也就是说，像在这些情况，其实就是说是不能通过自然的方法受孕，没办法。是，对，那就也很难诊断。像有些情况，这个最常见的，像我刚才讲的，就是精子跟卵子不能结合，那么由生殖道堵住了或者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见不到一起。嗯。但有的时候呢，精子跟卵子即使能够相遇，它也进不去。嗯， 嗯， 嗯，那么这是一个自然受精过程当中有些方面是缺陷的，对吧？嗯。从精子受精，到子宫内产生受精能力，到真正受精到这个卵子当中去，它这个生物化学过程啊，大概有几千个步骤。那么这个其实是不是婚前检查也检查不出来？检查不出来的，没办法啊。它其中有一个步骤出现问题，他这个就会不能受精啊，不能受精。但并不代表两个人不能有孩子，不能有孩子。但是我们用试管婴儿的方法呢，就是用一种叫做显微注射的方法，强迫精子进到卵子里头去。嗯，那么这种方法就可以，他把如果他是有障碍的话，那就是绕过来了。嗯，就所有的那个步骤全都他有个捷径。这个成功的几率方面呢？这个像由于这个精卵结合造成的原因的话呢，成功的几率是相当高的。嗯，像我们上次谈的，如果年轻的话，大概都70%左右的妊娠率都是可以达到。嗯，那么年纪大的话也是低一些。所以说有些夫妇试了那么多年也不能成功的话，其实应该勇敢的走出这一步试试看嘛。对，有七成机会，并不代表说七成机会是在最好的诊所里头。嗯，那么加拿大的全国的平均大概在40%以下。嗯，好的诊所能达到这么多 ，IVF Canada 呢可以达到70%左右。嗯，在35岁左右的年龄的夫妇。嗯，那么就是在这个做这个试管婴儿，就是如果决定做这个之前呢，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准备工作呢，一般就是如果你没有太大的这个太严重的疾病的话，那就不需要做一些手术的治疗。嗯，如果有某些就是生殖道上面的问题的话，要做一些手术来治疗的。嗯，那么手术有哪些方面呢？对，杨医师给我们讲一下，尤其女性方面。女性方面，咱们还是从这三方面谈：子宫、卵巢、输卵管，对吗？那么子宫方面呢，如果说它先天子宫存在畸形，你比如说子宫纵隔，咱们需要把纵隔切除掉。子宫纵隔对，就是说在宫腔之内长了一个，怎么说呢，像一个肉隔一样。嗯，挡住了。正常的宫腔它完全是一个腔，它现在中间是长了一层，就像肉膜一样的东西，把宫腔分左右两边。嗯，那么这样无论是它胚胎着床，还是说这个胎儿的生长都是不利的。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咱们首先要把这个子宫纵隔打掉。嗯，可以做宫腔镜，这些我就不多说。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卵巢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前两天刚刚出现这一例的病人，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巧克力囊肿。其实它是子宫内膜异位的一种。嗯，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些里边的囊液，巧克力样的囊液抽吸掉，这样可以帮助这个卵泡的生长取卵。嗯，大概是这几方面。那么当生殖道这方面做手术做得完整了以后，那女性们一般就要注意营养，这是最主要的。嗯，另外呢还要注意维生素的补充。那维生素呢，现在最强调就是女性妊娠维生素。嗯，还有叶酸这方面要补充，维生素 D 还有阿司匹林之类的。嗯，那么到我们去诊所去咨询了以后，我们的医生会告诉你怎么准备这些东西。一个详细的一个大概要准备一两个月左右就要开始吃这些东西，然后呢，嗯，就把你的卵子质量可以提高。那也就是说其实我就是做试管婴儿和这个自然受孕方法的这个备孕的过程有什么不同，还是说大致都相同？自然受孕的话，一般如果你健康的话，你不需要太那个吃多，但是维生素是肯定要补充的。嗯，但是对于不孕不育的话，
要加强一些，剂量要更高一些。这要叫咨询专业的医师，根据个人不同的情况。对。嗯，那么如果接受了这个试管婴儿这个治疗之后还是不成功的话，您有什么建议呢？那很多情况下呢，就是来治疗一两次以后都能够妊娠。嗯。那么有的病人呢，他试过三四次、四五次，甚至我有一个病人试了8年6次。这一次我终于给他弄成了，这是非大家非常 exciting， 对吧？嗯。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恒心的话，你年纪又大，又卵子又没有的话，对于女性来说，那最后一招就是，找捐卵来进行。捐卵呢，一般捐赠的卵子呢，捐卵者一般年纪就比较小的，25岁到35岁之间，那成功的把握是很大的，对吧？女性主要是卵子她没有的话，但是子宫还是很好的，子宫一般都能够承受到55岁左右，如果把年轻的卵子做成的胚胎放回去的话，还是可以，还是受孕的，如果子宫本身由于某种这样的疾病切除掉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妊娠怀孕，没有办法怀孕了。那最后一个办法就是请那个代孕妈妈来做。那么这方面呢，在美国跟加拿大都是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合法的，都可以做的，也都是可以的。所以就是即使是最坏的情况的话，也是还是有一线希望可以有自己的小孩，还是可以有你的，也不要放弃，对，不要放弃，要听大夫的话，对，心态特别重要。是是是，没错。啊，今天两位老师跟我们说的非常的好啊，让我们这个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或者有这方面的担忧呢，可以按照电视机屏幕上面的联系方式呢，赶快跟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师做一个联系。那么即使刚才我们讲到了最坏的情况，也有可能是可以有自己的小孩的。那么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让我们又长知识了。谢谢。那么好，那么现在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活在5点。